在一个3090米的海拔旅游景点山上，有着这么一群可爱的人。在这里，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他们辛苦换来的。来来，休息一下，喝点瓶水。辛苦了。要，真是好。你们这一袋有多少斤啊？两袋两百斤啊。哎，对，他们每天背着200斤重的水泥，爬着1公里的楼梯，为的就是这25块钱。不够，我再给你拿一瓶。不要，拿着，待会儿喝。后面还有款。拿着，不够，待会儿还有的。休息会儿，喝瓶水。啊，谢谢。阿弥陀佛。辛苦你们。嗯，谢谢。师傅，休息会儿，喝瓶水。嗯。哎呀，谢谢。别那么重，辛苦了。谢谢。来，辛苦了，妈妈，谢谢，休息吧，来，辛苦了，喝瓶水，谢谢啊，不谢，谢谢，感恩，你们辛苦了，祝兄弟心想事成，你也心想事成，来，辛苦了，谢谢，吃这些东西，休息一下，来，你们辛苦了，喝瓶水，谢，吃东西，好，谢谢，不谢。休息一下，谢，喝瓶水。嗯，好的，谢谢。喝瓶水，吃点东西。谢啊。不谢。啊，对。你好，真是好久没有视频了哈。谢谢。辛苦你了。谢谢。好，拜拜。谢谢你们这群。